到你们心底的歌曲《小小蚂蚁》，掌声欢迎！谢谢。给我们的宏达老师掌声鼓励鼓励。非常简单的一些抒情的慢歌，最重要就是希望大家要多多支持潘玮柏全新专辑。潘太们，好不好？给点力啊！全新专辑，没错啦！再次感谢大家来到今天的发布会。我最后有什么话对他说？对，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支持这张最新的专辑《808》，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做，希望大家可以继续通气我，然后同时也让更多的朋友们知道这张专辑。谢谢，那好。哎，对，谢谢老婆们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我们。